家好，我是维嘎。看到这个讲台没有，但是即将在下午的活动当中，我们要上台接受采访的地方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一个评选北疆靓丽女性的活动。已经评选出70位优秀的创业女性，然后从中呢找了7位过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创业的历史、创业的过程。就在我带大家来过的月立方，这是一个网红图书馆，在我们呼和浩特市那是最大的一个的图书馆，去年新建了之后呢，我带大家来过，它中间有一个360度的旋转的，上次说我其实是差点说成365度，但是呢那个五呢我是收住了，但是呢在给我底下住的字幕给它写成365，我被骂成的不是理科生。活动开始之前，我带大家也走一走，逛一逛。这边就很有新年的气氛了。这是个什么？火鸡爱心火鸡蜡烛，它那个燃烧的时候，那个烟是爱心的形状吗？这是什么？有胶带纸，哇，这个好好看，做的这么精致，这好好看呐！我感兴趣的还是这边购物的那个，除了书啊，这边也还有很多小玩具啊，可以送礼的一些笔呀、这不就是我弟喜欢的这种类型吗？这都是什么呀？呀，好丑，好丑，好丑。先抽奖。张老师，不要领导的脸前，不要以为我装这些没用的纸，这可是全部加在一起100多块钱的东西。有点太淑女。老师们也在化妆。北疆靓丽女性，然后穿上了这件袍子过来，待会儿就要上台了。内蒙古自治区新时代北疆靓丽女性在这里揭晓。西瓜视频三农领域短视频创作者不应该。不应该被很多人称为草原小百灵，也是很多网友熟悉的网红。他的头条号和西瓜视频推送也是非常有人气的。有请不应该。
六点的时候就会想到啊，我们赶的视频就要在六点播出了，这样的一个互相之间的也是一个联系吧。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说，每天的晚上六点就是微嘎的时间，可以每一场。的颁奖典礼和分享的活动已经结束了，我现在可以拆这个睫毛了。哦，粘得好牢啊，好疼啊！结识了很多各行各业的优秀的大姐姐们，非常的高兴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见。哎呦。